是做科学家吗？后来为什么没做成呢？还曾想过做老师，不仅受人尊重，还有我的专属节日。后来我也想做战士，无惧风雨，或者是旅行家，看尽风景。可是我此生已经没机会像他们一样活得精彩无畏。来生我一定要不活得畏畏缩缩，希望得到什么就勇敢追。可此生仅一死这一回，我也不愿后悔。人生啊，只有一次吗？那就算了，不用重来，我就自己修改了，修改成我想的样子。小狮子啊，开始觉醒吧，我面前的绊脚石会在奔跑时被点起，让我站得更高，飞翔吧，这一辈子我该决定啦。修好了烤箱，也算第一步有模有样。看到镜子里自己笑得那么好看，要给自己敬个礼呀。只要再努力，就要给自己奖励，随便选个日子放一个假。4月29和7月48，从此就是我自己的节日啦。此生我也可以不活得畏畏缩缩，希望得到什么就勇敢追，不沮丧，不抱怨，用快乐抹去一切后悔。人生啊，只有一次吗？那就算了，不用重来，就自己修改了，修改成我想的样子。小狮子啊，开始觉醒吧，我面前的绊脚石会在奔跑时被点起，让我站得更高，飞翔吧，这一辈子我来决定了。狮子啊，开始咆哮吧，从现在开始爆发，就像冲破彼此那样，先奔跑向高处飞翔吧，我的人生我来决定了。